坏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怎么写都会坏。巧克力和西红柿打架，为什么巧克力赢了？巧克力酱。No， 因为巧克力爆。巧克力和鸡蛋打架，为什么巧克力又赢了？巧克力棒。因为巧克力棒棒。巧克力棒棒这个我没 get 到哎，什么意思？棒棒为什么？就是棒棒，巧克力棒棒。巧克力和鸡蛋打架，为什么鸡蛋会输呢？因为巧克力棒棒啊。不是因为鸡蛋酥。鸡蛋酥吗？为什么鸡蛋酥呢？鸡蛋酥。鸡蛋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是谐音，但是鸡蛋酥是个东西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是的。哇、wow， 世界上最富有同情心的动漫人物是谁？机器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老帮助大熊。前半段是对的，因为他总向人伸出援手。世界上最黑的动漫人物是谁？黑猫警长。不，还是哆啦 A 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伸手不见五指。感谢你在11点的深夜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快乐，掌声送给你。希望屏幕前的大家也能收获这一份快乐。铅笔姓什么？姓什么？姓肖，因为叫肖铅笔。哎，收获这份快乐，然后带着浓浓的欢笑，然后沉沉的睡去。晚安。